哈喽，Hello, 今天是二零二三年二月六日星期一，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大家好，我是 FX 四六八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卫。美国股市呢，周一继续回撤，在大盘遇到关键阻力无法突破的时候，近期一波大涨后的锁定获利的需求再度涌现出来，导致不少的个股和大盘都承受着压力。那市场关注本周更多财报和美联储官员的讲话，一有风吹草动的话，这样的回调趋势还将延续，投资者呢需要保持谨慎。 个股方面，今年以来，随着 Chat GPT 的爆火，也带动了不少人工智能相关股票的大涨。其中有一只呢，涨幅可以说是非常火爆的，也是之前热门的人工智能股票，那就是 Czai 股票，代码就是 AI。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只股票，帮助大家看看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那要说 AI 这只股票，随着 ChatGPT 今年以来的爆火，同时呢市场情绪的改善，令大量的资金重新回归到了眼下大热的人工智能领域。那 AI 的股价也就水涨船高，成为了这里面表现突出的股票。今年以来，AI 的股价已经大涨了超过百分之一百四十，过去一个月的涨幅更是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五十。那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其实，C3AI 这家公司可以说是老玩家了。 他们为企业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历史已经超过十年。这是一家典型的 To B 的企业，就是说他们是专门为企业服务，而非个人用户。简单来说，他们是一家原生于云计算平台的大数据人工智能软件提供商。他们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帮助企业用户进行大数据分析和应用程序的开发。这波大涨中呢，除了 Chat GPT 带来的热点效应，还和他们新推出的 C3 生成性人工。 智能产品套件有关，那这个套件还有很多功能仍在开发，但最先实现的功能是允许企业从信息系统中。 快速的查找、检索和呈现所需要的数据，更加智能化的大数据分析。那该产品不仅集成了 Google 等供应商的最新人工智能软件，还利用到了 ChatGPT 等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程序。用他们自己 CEO 的说法，这个套件呢将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应用软件的人机交互模型，帮助企业更好、更强的分析和预测数据。那如果功能真的如他们所说的那般强大？ 是有望解决他们收入增长放缓的问题。另外呢，C c AI 的更大价值在于，他们为企业提供了可扩展的 AI 平台，目的就是帮助企业实现自我的人工智能建模需求，就是打造符合企业自身需求的人工智能平台。这对于很多对于希望获得人工智能加持的企业来说，他们的产品将有着很大的价值。 包括像现有的 CRM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航空航天、传统能源业、公用事业、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呢，以及国防科技等各个行业，都可以利用他们的平台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从而呢更加智能化的分析数据，提高效率。例如，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前指挥官的评价就是：这将改变美国国防部、美国情报界的游戏规则，改变无处不在的信息获取和洞察力。这项技术突破将有助于消除。 我们采取有效行动的最大障碍，即从组织的各个层面获得及时、准确的信息和见解。 那可以这么说吧，虽然完整的最新套件的产品定价呢将于三月份才会全面发布，但他们推出套件的时机正好踩准了风口。同时呢，考虑到他们多次在行业内获得很好的口碑，以及呢很多大公司和政府机构都是他们的客户，拥有足够多的模型的训练和升级的机会，这家公司看起来确实有望在人工智能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也会走得更远。 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股票代码就是 AI。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过股票代码或者公司名和热门行业一样，或者说相似所带来的股价上的帮助的案例。那毕竟很多不熟悉行业、不了解他们做什么的投资者，很容易会因为股票代码或者公司名就投资。因此呢，只要 AI 行业的热度不减，他们还有望获得这种非正规的买盘支撑。 然而呢，这家公司也有着他们的问题和风险呢，需要小心。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增长比较慢，这不是一家高成长公司好的地方。 尤其是还没有实现盈利，也没有稳定现金流，而且呢，经营现金流和自由现金流都在不断的流失，并且这种烧钱的速度还在越来越快。这些因素都出现的同时呢，他们的收入增长就已经开始放缓，而且收入的不稳定性很高，就会成为困扰他们修复估值的重要因素。我们看到他们上市之初第一年的收入增长一度高达百分之七十一，典型的高成长股，但上市第二年迅速就放缓到了不到百分之十七的增长。 虽然去年的增幅重新回到了百分之三十七多一些，但最近两个季度又出现了严重的放缓。最新一个季度的收入增幅只有大约百分之七，这样大的波动和他们的产品服务还不够强劲有关，也和大环境的支出放缓有关。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天然的客户群体有关，那就是业务上过分的依赖大型企业和机构，单个订阅服务的合同金额大，但是呢合同总数少。 这样就会导致公司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一旦个别客户因为环境因素出现了支出大幅缩减，就会造成 C 税 AI 的业务遭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客户集中引发的危险。那为了应对潜在的竞争风险，就会导致营销成本和客户维护费用的高涨。 毕竟呢，客户过于集中，竞争对手抢客户的风险呢就会变得很高，而被抢客户的影响也会很大。相信这样的风险呢，在现有的商业模式下还难以出现有效的改善。因此呢，虽然说推出了最新的人工智能企业套件，但如果不能真的帮助收入恢复高速增长，那当前的环境下，想要实现盈利的里程碑，或者是至少先让自身造血能力得到改善，那就是现金流实现正向流入，都会变得很困难。 这样的话，一旦市场情绪恢复理性，C 端 AI 的热度一过，股价回调的风险呢就会很大，这是投资者必须重视的地方。那他们目前的合理股价呢，大约是二十三美元，这是根据当前的收入前景做出的分析。要么我们能从新推出的套件看到明显改善的收入前景，帮助他们提高合理股价；否则呢，股价过高就会压缩投资性价比，令投资的吸引力下降。供大家参考一下。 那明天呢，在经济数据方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美国贸易账，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美国石油学会 API 的原油库存报告。另外，如果关注能源市场的话，明天还可以多关注一下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即将公布的月度能源展望报告。那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看一下未来能源市场的供需关系，以及呢，能源价格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变化。 另外呢，明天最重要的毫无疑问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鲍威尔在这次的讲话中，尤其是呢在非农报告发布之后，他是否会透露出一些新的线索和启发。那这对于投资情绪的影响将会非常大，这也会直接影响到明天大盘和个股的走势，大家可以密切的留意一下。 而在财报方面呢，明天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重磅财报，但是还是可以关注一下英国石油公司 BP 以及呢美国的保德信金融这两家公司的最新财报。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尽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看 FX 十八的节目，更多资讯呢，请在苹果商店或者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 FX 十八财经 App。 同时呢，也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